现在我们正在做春卷当中，刚刚加了素肉松，然后还有豆腐切片，还有萝卜丝、芹菜丝，这是什么？马铃薯吗？还是榨菜？洋葱吗？那个你吃那么多口还不知道？凉薯，凉薯哦，凉薯。然后再来就是高丽菜，而这感觉都是没有味道、没有咸味的感觉哦。刚有肉松不是吗？是啊，那你要放你那个炸酱吗？你要我就给你特别放一个。好，那我要。谢谢妈咪。生粉，花生粉，这是他提供的哦。好像好久没有吃这个东东了，好期待。这要人多啊，然后问题是，只有礼拜天才人会多啊，那平常只有两三个人吃这个耶。没错。问题是，然后礼拜天人多的时候，我买不到这个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礼拜六、礼拜天他都没有进货啊，就是平常没有卖完的继续卖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妈咪。是啊，我现在夹泡面的这个边走边跳，知道顺面，到处都是人，你没有去到吗？好好吃的。敏纯正，因为我哥哥刚刚一直在取笑我，说我包正方形，我明明就没有，明明就包长条形的。你看哦，这才是圆柱形。啊，帮帮你包。那你要不要放面？这个要不要哪一放种点的？面？你就直接那看个看菜就好了。圆柱形。放点面很好吃哎。可是你这边头根本没有包起来，我的头是有包起来，我是有收尾的，你没有。你现在也收尾了，你看。你这个草草了事的家伙。